速将城上旌旗隐蔽，守城驻军，若有擅自出入、高声说话者力战，是，魏军来时不可轻动。 看，诸葛亮故作此态，我看不如杀进城去。对，父亲，杀进去。 诸葛亮探秦，如观其肺腑也，我能为诸葛亮之音不胜荣幸。传我将令，后队改前队，兵退北山。父亲，何故退兵？你不知，诸葛向来用兵谨慎，不曾弄险。如今城门大开，无见兵将，城中必有埋伏。再者，诸葛亮琴声又喊杀机，我兵若进城，必中其心。啊！快撤！ 丞相，司马懿大军退了。